呀，你这是一万颗星弹，这是毁灭世界呀，我你这是罪人。好嘞，兄弟们，这是姚 Sir。之前咱们不是玩了《史丹利博士家》第一部嘛，然后后面留了个悬念，我们救的博士其实是假的。然后呢，我找到了第二部，我是在手机上找到的，所以说这次我们在手机上进行游玩。好，我们话不多说，准备新游戏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，这是前情提要。没什么，那我们不看，直接跳去，因为前面大故事情节我们都知道。好，是医院。好的，我们进去。好的，这是柜台，什么都没有。好的，来到这儿，这个消防栓不是消防，这是氧气罐，没东西。门房间锁着的。警察，这个。哦，这儿躺着一个人。哦，这个遥控器。应急灯。好，这个门只有医生才能进。好嘞。好的，一个护士过来了，他坐在柜台前。哦，这是哦，他以为我们是修电箱。好的，我们把钥匙拿走了。哎，好的，我们来到了这个风扇。哎，上去。哦，过来了，这红光来的地方。哦，这个电箱，开电箱。拿闸。好的，拿闸有什么用？哦，这是我们的博士。哦，这是我们刚刚那个病人。这儿能下去。入口封住。哦，这儿有个东西，哎。通知时使用，那用不了。OK， 我们打开了，这儿有一个门，这边是。这个医生正在专心盯着屏幕，这边没人，哦，下去了。这个配药房原来，啊，拿一下中西药手册，读一下：甘草、阿司匹林、牛黄与吗啡，桃仁、白果与安定。好嘞，这边是药水，安定、吗啡、阿司匹林。好嘞。找我们的药，这是红花没用，冰片没用，白果，牛黄，甘草 ，OK， 开始组合，甘草加阿司匹林，牛黄加吗啡。白果加安定 ，OK， 上去，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医生下个药，那就这阿司匹林加甘草，下个药。OK， 他喝了，喝
看完咱们去这边看一下，这边下不去说，不是这边下去之后，这边门没有别的门，只有从这儿走。好，这会儿医生应该走了吧？好，走了，下去，下来了。嗯，拿一下我们的白大褂。这边没啥。哦，这是这儿，出来，出来之后。哦，这个医生我忘了，我这个医生还得把他引一下，把那个病人给那边，咱们拿遥控器嘛，拿个遥控器给他引过去。哎，对，就这儿，这儿该用遥控器了。哎，我们遥控啊，搁这儿，谁有？嘿嘿，医生过来。OK， 医生过来了。那咱们就，哎，还是在这儿。那下去，直接走那个，对，走这个医生的房间。好的，然后可以，这会儿应该可以找史丹利博士。哎，点他。你是谁？哎，我是詹姆斯侦探。你终于来了，博士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一个五连鞭。桥上，然后被五连鞭打了下来，太惨了。他啊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他是你。他说让我们赶紧去他家客厅。带回来，然后去他研究所。研究所干啥？把红皮文件给带回来。好。我的密室密码在瞬间倒下。OK， 博士办公室的钥匙。这边还有啥能拿的吗？先让博士休息吧。那我们走，应该可以走了。先去博士家，这还是博士家。哦，这个好吧，我们过不去呀。哎，死亡之石，我的，这咋用？国产，这门还是开不开？这边还是没有东西，好吧。哎，我们进来了。哦，拿上小石像。这边没啥了，这边过不去了。那好吧，咱们去实验室，这边应该没啥东西。看一下这个门。哦，这儿有个睡着的保安，这不开除了，我的天，在这儿睡觉。打火机，点燃啥？白大褂，不能在这儿点燃是吧？那算了。找个钥匙，好嘞。打火机。你没有打火机，却能点亮你的心。嘿嘿，那我们到二楼了，看一下，门是锁的，这是什么？叉叉，这是研究室，就写这个研究室，光学研究室。
光线优势。哦，这儿有个蓝色滤镜，使用。我可以看到这儿少一个啊，应该是需要这个蓝色滤镜。插这儿应该是 soak， 插这儿。OK， 我们看看。哦，是要合成这个粉光是吗？粉光的话，我想想，红大点，降点蓝，降点绿。哦 ，OK， 这个石头，光明之石不能使用，好吧？不能使用，然后，哎，不要动，是你，没错，是我，你还真是厉害，竟然找到这里。这是，这是上次我们救的那个坏人，他让我们不再帮史丹利做事就行，休想你个骗子，你忍这个吗？拿去，反正我也不需要。你做了什么？哦，他把枪给我，哦，我们一把都没。啊，你得耍什么花样？好家伙，直接扔过去。谁？你的帮凶吗？点点点。哼，身手不错呀，大侦探。哈哈哈，他笑。不要着急捡那块石头。一份文件。这门儿，这是我们那个家里的门，都碎了。为啥都碎？不管。不能使用这件物品。手枪有啥用？哼！啊！唰！哦，还有点小诡异呢。咔啦一下，门是碎了，这扇门已经打不开了。你看到这儿有个钥匙孔，那应该是有个隐藏楼层。哎，下去。B。哦，这是博士的卡是吗？密码是啥？我操！这有密码吗，大哥？好像没有。那咋办呢？那去二楼转转，还得去二楼看。这边的东西，好的，没什么东西，去一楼，去一楼看，一楼看看有什么线索。这边东西好像都用完了。那去这个家看看，大狗挡住走廊，把它吓跑就好了。拿枪吗？好吧，不能用。那点燃大罐。OK， 可以。我的。火焰之石 ，OK， 火焰之石不能使用，这样我们能过来。哦，这张卡，翻转，
哦，密码有823030，那就是那个地方的密码。那我懂了。这边有啥？拖鞋、摄像头，没东西。这边打不开这个门，都打不开。好嘞，碎着的门都打不开，这边还有，好锁着的。上部这个门就是锁着的，我想起来。这个门一直都是锁着，就是开不开那个。OK， 接下来回实验室，下去我们的 B 层。这是823030，确定。OK， 进去。发现中间有个插槽，一张小便签，阅读。真理隐藏在规律中，而规律属于善于观察的人。警戒线过去不安全，那他要是红线的上去呗，上去，看一下。哦，能拿的，拿绿的，拿绿的，都可以。B 对，在 B， 拿这个镜子过滤一下，它就掉了。密码锁，六个密码锁，823030。那不对，这只有六个，我操。这怎么办呢？哦，好吧，明白。地上砖，他那看的可以看到这个砖的，就是6×6的，应该是那个密码锁。但是对应的话，让我想想这是怎么对应，应该是六格分别对应六个。这边是从下到上是，这是二，这是零，200364，哎，对，我就说嘛。好嘞，这个红头文件阅读，这是个小人，什么什么物质，然后电，然后导弹，啊，哦，应该是小人能做武器，那懂了。能做武器的话，那我们，哎，我去二楼干啥？对，我应该去一楼，找我们史丹利博士，把红头文件给他。哎，医院，就去医院。OK， 我们开车。正在开车，这是过场动画。哦，黑衣人狙击枪瞄车轮大。哦，带，哦吼吼，点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胎爆点无法使用，那个改锥我都没法使用，这个梯子断了不能用。
车秀之前哪儿也去不了，那修呗。轮胎代理，玻璃门锁住，鲁花打开。哦，这个轮胎使用取不出来，那用改锥撬。那拿着，哎，那换胎，换胎，换胎，使用。可以使用了，为啥不上去？哎，我们来到医院，把红头博不是红头文件给博博士。哎 ，James 站博士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要抓我们呢。好家伙，东西呢？啊，哈哈哈，笑得真开心。这小像是谁啊？我怎么知道是什么？哦，陨石。是不是在制造什么武器？他凝表情凝重。是，你不知道他武力多大。好家伙，这是一万颗氢弹，这是毁灭世界呀！我，你这是罪人。你这种发明用。这种发现来制造武器的就是坏人，纯坏人，纯纯坏人。好，他不想理我们了。博士，警卫。OK， 家伙，锁着，可以。这边研究室还有什么？去二楼看看。OK， 好像没什么用。那去博士的家看看。他的家音乐总是这么诡异，我操！我的发，这老头怎么搁这儿？大人他们等你很久了。嗯，嘿，你到底什么人呢？帮他一个小忙。什么钥匙？哦，上一步没有确立他的小钥匙，开这个门，什么鬼漩涡？我这是在哪儿？哎，不要动，是你？哦。OK， 明白。穿越，穿越是吧？刚刚扔石头的是我们。扔的真准。刷一下就过去了，好家伙！要是不拿那块石头带到这儿，会不会出现别的支线？直接把那个这老头给崩了，回来了，我操！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想回到过去，哎，这老头来的未来，
共发明了时空门。还有能量也有弱点儿，我们问问问。经过它浸泡，小山就会变质。三弟不会发现，短时间内不会。小山会变成一块普通的石头，变成红色。那这不是坐实他身份了吗？他不就是史丹利博士吗？好家伙，他手上红色的溶液，应该就是用那个石像弄的。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不寻常经历？哈哈，我们要一会儿要崩自己应该。一小时前，自己崩自己。拉着，祝你成功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继续穿越。穿越了，哎，这门怎么断？哦，来到天台了。我这为啥有一把狙击枪？下边梯子不太结实，能有什么东西加固就好。什么？哎，哦 ，OK， 我们来了，我们自己打自己，来吧，这个自己喊自己是吧？真牛啊！太猛了，对自己下手也够狠的。万一失误了，自己不就没了？不太结实。哦，我们有改锥。哦，懂了，可以使用。咱们之前那个，哦，差点杀了自己。咱们之前那个什么什么。掉的改锥其实是我们现在用的改锥，我严丝合缝，我。但问题是这个改锥从哪儿来的？虚空产生的吗？这是个悖论。之前在这儿掉的，但是我们是捡到的。那这个改锥它是从哪儿出来的？没啥该回去，回去。嘟噜噜，我们回去了。掐着点儿呢是吧？唰，门也裂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未来几十年后，非常普遍。这还侦探呢，这猜不出来他身份了。
然后这样目前为止发生的事情就永远不会改变。好，他给我们这个按红色的按钮就可以了。卧室里给我们留了礼物，珍藏多年，现在可以送给你。后会有期，再见。行，哦，我们走不了，只能破坏，那行吧。我这几块石头有啥用？我还不太清楚，一直没用上。在卧室留礼物是，就这儿。哎，这是红色小石像，哼，半天都没猜到博士，他刚当初说那个，他也是伟大物理学家的时候，你应该猜到的。好，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好，我音乐不错，音乐听着还是有点那种电影结尾的，有点点稍微悲伤的感觉。好嘞，这就是史丹利博士家第二部。没想到啊，这个第二部的剧情丝毫不输第一部，而且更加有意思。好家伙，这次的场地更加宏大了，而且就是剧情还是那么的紧凑，引人入胜，引人入胜，太好了。这个穿越这个题材，这个游戏可是我初中那时候玩过，我好家伙，十来年前呢，真的不得不说这个游戏真的是，哎，放现在看也是非常，就是剧情非常棒的一个游戏，哎，真的是可谓是当时国产 Flash 小游戏的一个顶尖之作，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顶尖之作。好，这是本期的视频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游戏呢？啊，可以在评论区里发表你们的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